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 7-Eleven 金华明太子帕达诺起司炖饭，它的售价是109元。这是它的标签和微波参数，这是营养标示和成分表。打开盖子后，完整画面呈现。这是鱿鱼，吃起来很香，很像烤鱿鱼，不过偏硬。这是花椰菜，只有一个点缀而已。这是虾仁，只有两只，吃起来有虾味，还算脆。这是杏鲍菇和羊菇，吃起来有菇味，清爽又脆。炖饭单吃，起士味浓郁，有点牵丝感。橘红色那是明太子，配炖饭吃有浓郁的海鲜味，整体来说还算可以。谢谢大家收看。